请问，很多东西都有说明书，那老公有没有说明书呢？老公说明书，品名，丈夫，通用名称，老公，老头，死鬼。化学名称，已婚男性。成分，肌肉，水，脂肪，核糖核酸，碳水化合物及少量矿物质。气味，汗臭，脚臭。性状，本品为长条块状糖衣片，表面涂层一般为甜盐、蜜语等不食物，除去后呈浅褐色，外观与之前略有差异。本品遇美女大长腿熔点较低，反应强烈，口水长流，随时间推移表面会出现疙瘩褶皱，但不影响继续使用。功能主治，适用于单身恐惧症，尤其对失恋、相思病有明显效果，亦可用于洗澡、擦脱、揉肩、捶背、发家致富、体力劳动等等。不良反应，多疑症、第六感、心绞痛、更年期提前。严重不良反应者可致皮肉损伤、局部出血，应立即停止使用。用法用量，细嚼慢咽，一生一片。注意事项：一、未成年和已婚妇女慎用；二、老年人和行为能力不全者应在他人指导下使用；三、不宜在服用期间同时服用其他同类产品，否则容易导致化学反应冲突，后果自负。禁忌：公开服用两片或两片以上。规格：45千克至100千克不等，片轻缺标和片重缺标不影响使用。储藏：常温下妥善保存，避免与美女、闺蜜单独接触。使用期间邮寄本品夜不归宿。包装：各种西服、休闲服随季节变化而更换，有效期视幸福程度而定，最长可达一生，最短一天失效。批准文号见结婚证，生产日期见身份证，生产企业公公婆婆合作有限公司。哎呦我的妈！